本期话题：前列腺炎有什么症状和危害性？张志超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。我们临床上更喜欢把前列腺炎叫前列腺炎综合征。大概来说呢，我们就分三大类症状。第一个我们叫排尿异常，排尿异常包括尿频、尿急、尿不尽，有的人说叫尿分叉、尿等待等等吧，这也就是排尿异常的一些症状。第二类症状我们叫疼痛症状，那疼痛症状它是前列腺的神经，因为周围神经比较丰富，可能就是它会出现在前列腺支配的区域有疼痛，当然还有腹膈疼痛、会阴部疼痛，还有的比如说有阴囊疼痛，有的有阴茎疼痛、尿道疼痛，甚至排尿疼痛。那么话呢，我们第二类叫疼痛症状。第三类来说呢，我们叫精神心理症状。精神心理症状就是这些病人可能出现抑郁焦虑，比如我们会出现睡眠障碍啊、乏力啊、腰酸呀、潮热多汗呀、烦躁啊。相对来说，有些人在化的话，因为长期的前列腺炎，病人的这个精神心理因素可以造成一些性功能障碍的一些症状。